现在您可以通过 Party11 整合接口直接欣赏 YouTube 影片。首先，请先点选 Party11 接口中的视频类别，在左方面板中，鼠标请移至 YouTube 选项。您会发现选项右边将出现两个小图示，点选钥匙符号图标，可登入您的 YouTube 账户。选择旋转光标图标，则会重新整理页面。选择 YouTube 选项后，浏览窗口上方会出现一排新的功能图标。让我们从左边开始看起，点击精选图标会显示 YouTube 最新热门播放列表。最多观赏次数则会列出 YouTube 上播放次数最多的影片。至于我的最爱、播放列表、订阅以及我的视频等功能，则需登入您的 YouTube 账户后方可执行。选择我的最爱，可浏览您所标记的最爱影片。播放列表则会显示您在 YouTube 上已建立的播放列表。点选订阅，可以浏览您所订阅的所有 YouTube 频道。最后，我的视频会列出所有您已上传的影片。想看最新的电影预告？没问题，您可以点选最后一个电影预告图示来观赏。如果您想播放影片，只需要双击任何影片图示即可开始播放。若要返回主菜单，按下停止键即可。当您的影片结束播放时，将自动返回 YouTube 的主选单。不仅如此 ，Power DVD 还有许多酷炫有趣的新功能等您来体验。欢迎访问讯联科技网站 cn.cyberlink.com 以了解更多。